大家好，我是卖流量的小鱼，也可以称我为麦穗浪仔。这是我为卖流量写的一首歌曲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长江水我浪滔滔，那么千家万户都需要。长江水我浪打浪，那么买咱流量不上道。我说好不算好，大家眼光是领导。咱们说妙不算妙，那么大家一看就知晓。要买要用赶紧赶快，好机会你别错过。机会不是天天有，那么该出手时就出手。抽烟伤肺，喝酒伤胃，桑拿太贵，歌厅消费，麻将赌博打扰社会，买点流量往上消费。不讲价不还价，讲价还价欺骗大。我们老大有交代，那么少了5块不能卖，一顿卖家是10块，那么我们卖的是5块，这个价格不算高。那么今天我们是直销，一分钱我一分货，花好钱你买好货，不买就是你的错。那么错过机会不再得，现在学生很无奈，那么手机不能随便带，有了感情不能爱，那么食堂没有几个菜，头发比短不比帅，那么很多老师是变态，作业多的像还债，那么熬夜熬到腿缺钙，还说我们是花朵，那么能差一朵是一朵，手机流量不算贵，那么5块10块无所谓，赶紧买点小流量， QQ 微信随便上，能聊一个算一个，那么聊上哪个是哪个，我说一个我道一个，那么想起哪个说哪个，想起哪个都不错，那么好好赖赖别算折，谁要算折谁缺德，那么谁要缺德腿打折，我说的是说的是说的不是也不是，希望这一首歌曲你们能够喜欢。